镜头转回国内，由邵雨薇、林柏宏等六位艺人主演的未来影集《2049》，描写因为科技全面的渗透家庭，人类在2049年面对更多科技和人性的考验。主角之一的林柏宏将跳脱过去阳光清新的形象，饰演脾气火爆的父亲，令人相当期待。配乐一转，多了些紧张感。原本气氛融洽的家庭，瞬间被科技音效覆盖。现在的你，快乐吗？未来影集《2049》描写当科技全面渗透到未来生活，人类在2049年势必会面对更多人性考验。由邵雨薇、林柏宏、陈汉典等人分别主演影集三个单元，主角海报曝光，六位演员们突破生理心理，成功揣摩出未来人的人生观。主角之一的林柏宏这次撇开阳光清新形象，饰演脾气火爆的父亲，而扮演母亲的邵雨薇在剧中则竭尽全力保护孩子，企图拯救脆弱不堪的家庭关系，是家庭里唯一的镇定剂。科技席卷下，未来生活还有哪些变化？将和观众一同穿越2049。记者综合报道。